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9集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还是接着给大家做遗产系列。这款玩具呢，核心级别叫猎蜥。那先讲一下它的盒子，比 Deluxe 等级啦 Voyage Class 要好很多，因为至少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，你要叠的话呢是比较 OK 的。那么这款玩具比较不容易买到，这一次有三个核心级的玩具，我目前只有单独先买这个猎蜥，另外还有一个，这个先前已经有上一波，是86电影线吧，是吧？还是哪一个有推出这个核心级的 Haro？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天鸥 Skywarp。那么这一次的三个核心级的玩具，它是都有附带一个小零件，这个小零件的话呢，最后呢可以拼成一把这个大件，对。那么先前这是我上一波的玩具就已经买的 Haro 这个件，那么它可以跟这一次的猎蜥的这个部件，当然还有天鸥，还有一个握柄的部分，可以组合成一把大件，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如果你有兴趣把这三个武器收起，我应该也会把它收起了啊，只是Skywarp 我想说等一段时间之后价格再低一点我们再来买。那么这一次的猎蜥可以说非常受欢迎，目前玩过的人评价都比较高，这款有用心做啊。作为一个小比例的玩具，空洞处呢就是手臂的后方，但是因为是黑色几乎不是那么明显，那小腿后方啊比较空，但是这个孔洞的话呢都是也不要苛责太多，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玩具我也不想讲了。那么它的关节的话呢，绝大部分都是球形关节，像这个手臂360度的转动，手肘、膝盖、髋部啊，都是球形关节。那这款玩具有用心做啊，首先呢，它的摸起来，玩具的塑胶比较 OK 啊，不软啊，也不是很硬。然后头雕非常的好看，这个蜥蜴的头，那眼睛的这个黄色跟紫色的对比度很强啊，看上去就非常的显眼。胸口的涂装还有这个弧线呢，做的真的是很漂亮。啊，一点都不像是小比例玩具啊，有非常精美的一个感觉。红色的部分也有很好的一个反光的呈现，那么后方的这个轮胎的红色就有一点哑光啊，不太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后面这两个轮胎可以转动啊，可以说深得我心了。手臂的360度转动啊，手肘的话呢二头肌跟手肘是共用在一个球形关节上面，然后腰身可以转动啊，以小比例的玩具来说，这个点算是非常不赖的。脚前后左右踢，膝盖弯到90度。那么外摆内收跟膝盖呢都是共用了这个球形关节，然后由于变形的需要呢，也很巧妙的刚好可以形成一个接地的关节，所以这款玩具呢在实际上把玩之后呢，你可以强烈的去感受到它的一些乐趣性跟诚意度。那甚至有一个小细节的，我觉得还是蛮令人觉得有点小讶异的啊，甚至让我有点惊吓啊，对，是惊吓感。待会变形的时候呢给各位做一个解说。那我们就开始吧啊，它这个武器我们先把它给取下来，然后呢在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是把这个头你要先摆正啊，头先把它摆正，然后这个背后这个部件呢往上挑起来，整个往上提上去，提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有个缺口要按下去，对，后面这块部件要用力往前面推一下啊，它会咔的一声卡住，然后再整个翻下来，然后呢这里这个小凸，这个小凸啊，我们要去扣在这个小洞两边都有啊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腰部呢先旋转180度，先在这个时候先旋转好了。然后呢我要讲一下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，这个板子翻上去之后呢，这个轮胎就可以往前往下动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下面的这个圆柱有一个白色的痕迹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以为操哇靠是不是断掉了，你看一下，真的很像断掉。后来我发现它真的不是断掉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接口，它是故意做成这个是松动的，它为了让我们在车变人的时候，在拔开解锁的时候呢，这个不要承受太多的压力，所以它干脆把它做成是松的啊。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蛮不赖的，这个应该是故意做的啊，还是我真的断了？不是，应该不是的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跟各位提一下，就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我是有点小讶异。然后我们先组合前面，前面的话呢，我们把手臂往前面过来，这个紫色的这个凸要扣进侧边这个洞，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发现了，这里扣上去，
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拳头的话呢是转成这样子，按照说明书的做法，应该是把这个球关是朝外侧这样子过来，然后把它给握住。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这样过来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球关转到外侧，这样过来卡进去。那么上臂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先提一下，上臂这个地方卡进去的时候呢，第一次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的紧的，你要稍微滑一下让它卡进去。在它的下半身的话呢，怎么个做法呢？一样的，它这里有个洞，要用这个凸去扣这个洞。所以我们怎么做呢？把这个地方翻转180度，然后呢再把这个脚呢也翻转180度，我们要把这个洞转过来内侧，待会要跟它做一个结合。那么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先翻转这里180度，这里再翻转180度，然后转进来到这边。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我们就是把这个膝盖打90度啊，这样一来这个横向的凸才能够扣进这个横向的洞。那么这里一样，它是一个特殊的角度啊，你要去找一下，找到那个正确的角度之后呢，顺势的把它给卡进去啊。这个并不是你没有说那么容易，说一次就把它卡进去，你有时候你要稍微在洞口蹭一下之后呢，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滑进去啊。我们在讲模型玩具的开箱啊，这个都是需要用到这种技巧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后方就是把这个凸扣进这个脚掌里头了啊，这个地方比较简单，那么一样把它给夹住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这一款这个裂隙的载具形态呢，就算变形完成了。再次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啊，看起来像是断掉，其实它不是啊，还是特别做出来的。然后这个滚动性啊，可以说非常的好。那轮胎比较宽，比较宽一点，所以它你如果平放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完全不靠任何的支架呢，也能够放在桌上的啊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武器的部分呢，哎，这个武器啊，它是扣在前方，看上去。哎，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扣了，也只能这样子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摩托车的形态，其实还是比较需要一点想象力，它还是这个角度看可能还可以，但是你如果从侧边来看啊，空洞就多了，从后面来看也是有那么点四不像，所以你还是只能把它当成是外星的载具。但是这个推车的这个舒适的感觉呢，是真的是还蛮不赖的了啊。那比较就算外星载具就不提了，这个里头是没有这个握把什么的，就是底部也是比较空洞一些。但是以整个玩具变形的手感呢，它这些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卡扣呢，都是一板一眼的，玩上去的手感是比较舒服了啊，比较舒服。那目前的话呢，这一款的价格可能是目前如果你要单买的话，这个价格是稍微比较偏高一点点，那也是难免，因为它确实另外两个模具呢，不是换包装呢，就是同模啦，所以这一款的价格比较高也是合情合理，而且它做的确实也是比较不错的。那就利用这一期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，这一款可以优先入啊。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